天界美男子下凡当灶神，长得英俊貌美啊，喜欢看女孩子，所以说就封他做灶神。发明皮鞋，制鞋业祖师爷，是我们鞋业界里面的祖师爷，因为我们穿的皮鞋是他发明的。人称火神，消防员守护者，他是属于火，他是管火的，他们每年都会来祝寿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